录影。好，那现在呢？我想邀请一个歌手，可以吗？啊，お父さん。はい。お父さん。ですね、紹介いたします。二村家くるみ、小料理屋っていう居酒屋が台北にあるんですけど、二名津田が別人家、居住、別人家的主厨、別人爸爸。哎，大家掌声鼓励一下，欢迎北京爸爸。然后他儿子是那个北松风景导演啊，哎，北松风景导演的第一部那个长片，他拍的那第一部长片就叫《爱你一万年》啊，《爱你一万年》的导演啊，导演的爸爸亲自跟大家分享《爱你一万年》，好不好？耶！はい、嫌だと泣いた壊れたピアノで思い出の歌片手で弾いてはため息ついた時も過ぎるままに好みを任せ男と女が漂いながら生きてゆくのも幸せだよと二人冷たい体合わせる、はい、カンボジア中心優しく見せた方へ無限場にマンチ愛の資本愛の褒め愛の宇宙地宇宙離れセパ公園我的爱你一万年
してしまえ、ペツンパンパン。还是呢，这首歌呢，因为他儿子太变了，一定要一定要给他，哎，那还是给他唱。一宵不待就，一宵不待就。他一个人而已，没关系啊，你可以跟他成为好朋友。没事，跟我一起做。那你们一起好了，我们都一起好了，我们一起好了。哎呀，这个多的，谢谢大家，谢谢。你要三个人哦，那这里好了。うんこ刺激がありますか。ああ、ああ、うんこ刺激。出来やすい。失礼します。あ、すみません。荷物が多い。皆さん、前段ね。前段。